咁啊，大家都知道我经常去 Carousel， 咁今日咧就用呢个 Helmet Cam 就带大家去我屋企附近呢个 Armling Hall Carousel， 咁就离我屋企唔系好远嘅啫。咁就今日用呢个快速搜索啦，咁啊带大家去呢个 Carousel。OK。在英國的 Carousel 大部分都是一些的農地的擁有者呢，就向政府申請，就將某一段的農地呢就改成了這個就是 a Carousel， 因為你這塊地原則上應該是用來做耕作的，那麼他們要跟他政府攞牌呢，那就可以讓他在某一段時間去經營。这个就是我经常来的 Carousel 啦，今天小了很多，不是很多人。咁除了是私人拥有的地方我来做这个 Carousel 咧，咁其他可以做 Carousel 的咧，就是好像 Park and Ride 啊，因为佢哋星期日就不会咁多人会用啦。所以會做即係改成做 carousel， 咁亦都有一啲嘅 indoor carousel， 其實就唔係 carousel 嘅，都冇車嘅。咁但係你要揸車去嘅，咁通常係啲某一啲嘅體育場館啦，或者係一啲嘅大型嘅社康中心啦，甚至乎有一啲嘅告別家庭咧，就會喺佢哋嘅前庭，即係花園。driving 里面就自己摆出来，即是各色其色地去玩。Carousel 里面你大致上可以找到是即是哪一种类多呢，就是衣服啦，尤其是 BB 的衣服，因为 BB 它长大得很快，那就会很新净。另外就是这些工具，新的工具或者是用过的工具，好像这一档是新的工具，那就比在铺头里面是便宜一点，不一定的，那你一定要你自己识货去揀的。另外有一些呢，我就叫他做職業 Carousel， 他們通常都是一些所謂的 Hull Clearance、Removal Companies、甚至乎可能是那些、在 Local Council Recycling Centers 裡面做的人，將一些東西收拾收拾之後呢就放在這個 Carousel 裡面、出售的。那就有些人你可能会很介意有些东西未用过啦，都不知道是哪里来的，所以这些各色其色啦。
边类人嚟多咧？咁就当然啦，系本地人啦。佢哋嚟揾有个别嘅寻抄对象啦，好似我就揾唱片多啦，或者系啲 high 翻器材，或者系啲古董嘢啊。咁 local 咧，通常佢哋未必定系嚟买嘢噶，只不过当系拖只狗出去神魂咁解嘅啫。咁而家咧，大部分咧就多数都系一啲嘅新移民，或者系由啲东欧嚟呢度做嘢嘅，咁佢就玩一啲平价嘢啦，用嘅工具啦，甚至乎可能带翻过去佢哋国家啦咁样。呢一排我就呢几个礼拜我就去咗啦，咁亦都发觉有唔少嘅香港家庭。不过就都仲未同你打下招呼啊！呢一档咧就系我经常帮衬嘅一个工具嘅卖家，佢喺呢度做咗成廿几年，佢讲咁。我中意佢嗰啲嘢，因为点解咧？有嘢俱全啦，同埋 condition 非常之好啦，同埋有啲嘅嘢你其他地方揾唔到啊，就算 online 都未必揾到啊，因为有啲系要即系去熟啦，同埋边度揾到翻嚟咧，咁我就唔知啦。除咗唱片、工具啲垃圾嘢之外咧，咁另外我夏天就中意嚟呢度买啲。生果啊、蔬菜啊咁样，因为好多通常都系佢哋啲人自己喺佢哋嘅后花园或者系 allotment 里边种出嚟，系比较 organic 一啲啦，同埋 fresh 一啲啦。咁亦都系当系做个 contribution 喺呢个 local community， 咁啊鼓励多啲人去绿化啦。另外吸引我的就是啲不中不古亦都不新的物件咧，佢哋又唔系算系古董，但系又唔系好新，系一啲嘅，尤其一啲嘅好有特性嘅，好似嗰啲以前嘅 medicines 嘅 jars 啦、bottles 啦、garden 嘅 ornaments 啦、工具啦，即系我嚟做摆设咯，好似系有一种味道咁样。好多嗰啲咁嘅，譬如书店啊，或者系啲餐厅啊，怀旧嘅餐厅复古啊，或者系啲酒吧啊、pubs 啊里边咧，通常都会嚟呢度立货咧，将佢哋嘅室内设计咧就比较系做到一啲怀旧嘅味道啦。通常都系喺呢啲 carpetsale 里边揾，有时有啲嘅物件咧。真系见到，真系唔舍得放手嘅。呢位小妹妹特别 catching my eyes， 因为喺英国好少会有即系细路女买长袜嘅，好似啲日本妹咁样，唔知系咪佢中意玩 cosplay 咧，或者系睇日本漫画咧，因为咁样就可能好少嘅。嗱，唔好话我系金鱼佬啊吓，只不过同大家研究嘅啫吓。另外最多人購買的攤位咧，就係、是、一些玩具啦，尤其 LEGOs 啊，或者啲 Dinky Toys 啊，或者係即係Price of Fish 嗰啲啦，俾細路仔玩嘅，通常都啊購買好多人嘅 LEGO 咧，就肯定咧一放喺度咧，就好快會銷售一空，因為。LEGO 喺全世界嘅興趣都好大，通常都同埋啲價錢都唔平嘅。大致上 carpet sales 就係咁樣啦。因為而家接近冬天啦，所以嗰個規模冇咁大。如果夏天熱天嗰時咧 ，double 呢個 size 啊，或者 triple 呢個 size 嘅，咁就同埋多選擇。多啲咧，唱片啊、家具啊，之前咧多好多。咁而家咧就快速咁啊，将佢完成啦。嗱，咁就希望大家有少少概念啦，就系点解我叫做收埋佬啦、垃圾佬啦。
。